visual arts, theater, dance, music, and cinema. The festival Croisements 2019 engages artists from both China and France in a rich and ever-expanding dialogue. For 14 years now, it has been the meeting point for art lovers. Covering 35 Chinese cities, the festival promises a cultural feast from April 26 to July 6. This time, actress Zhao Wei, music producer Gao Xiaosong, and contemporary artist Xu Bing have been invited as ambassadors of the year. After the news conference, China Daily met with Zhao Wei to learn about her impression of Chinese and French culture, as well as the importance of film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这次作为中法文化之春的宣传大使，请谈谈您对法国文化有什么印象？首先我很荣幸成为这次中法文化之春的大使。那我觉得法国跟中国很像，都是历史文化非常璀璨，然后非常文明的就两个国家。而且法国不管是在建筑、艺术、雕塑、电影方方面面，都有非常棒的艺术成果。我觉得可以在中国办中法文化之春，某种角度也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既是文化交流，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礼物，让中国的观众能够看到不同的国家一些非常优秀的艺术作品，也算是陶冶情操。您有哪一位最喜欢的法国导演或者是演员？我最喜欢的演员还正好是法国演员，就是Isabelle很多演员都很喜欢他，他确实太厉害了。他可以从很年轻的时候，演到现在，他已经应该是50多岁吧，依然是光芒四射，这个太伟大了，而且塑造角色都特别有力量。那您会向身边的外国友人介绍中国文化的哪些方面呢？中国文化那可以介绍的东西太多了吧？我觉得每个人一来，都是目不暇接的。你看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在中国哈，中国特别有名哈，内心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去年在法国拍了《中餐厅》这个节目。我觉得我们一边在卖菜，一边在推广中国文化，然后一边拉着法国客人一定要去中国旅游。但外国人跟中国人不一样，他们都是对于他们来说没有见到过的是他们最感兴趣的，所以他们可能对于京剧、书法、茶道，然后一些中国非常传统和经典的东西，或者是古建筑，是对他们来说就是，因为所有现代化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只有过去的东西是不同的，以前也没有那么多沟通跟交流，所以我觉得只要一来，他们都自己会发现中国有那么多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非常有意思的或者是很棒的就是文化项目什么。就是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对对对，传统的。我有时候想，我如果没来过中国旅游，我该多高兴啊，有那么多好吃好玩的。对。我觉得美食是第一步，就是对对对对，不同的地区方言也不同，食材也不同，人的生活习惯口味也不尽相同，所以真的你去中国旅一趟游，你感觉已经吃遍全欧洲不同的国家，可能欧洲所有的国家加起来也就是一个省，能给你供应的这种食物体验这样的美食的大熔炉。对对对对对。那您觉得影视作品对于文化交流有什么样的重要的意义？这个意义还是非常非常的大吧，因为电影真的是一个世界交流的一些语言。我可以没来过中国，但是我可能看过中国电影，然后我们很多人可能是未必去过美国，但是看了大量的美国电影也会受它的一些影响。其实艺术是最好的，就是跟不同的国界、不同的人种、不同区域的人产生共鸣的，甚至可以说唯一最佳途径。所以我觉得这个中法文化交流，其实某种角度就是让两个国家的人能够有更加互相的认同，更加有互相的认知和亲切感。所以文化、艺术、电影，真的是全世界不同人沟通的这个最佳语言。
您本人是演员，然后也当过歌手，然后后来又当导演、制作人。那这么多不同身份的这种成功的转型，您是在每个阶段是怎么样给自己说，我定一个目标，然后怎么样去达成这个目标？我唱歌我从来没有自信过这样的。有时候大家说做歌手确实拿了一些奖，得到一些认可，但是作为歌手方面永远还是有一种就是说是不是非常专业的一种这种心态。但是就是很多电影影视相关的，不管是导演、制作人、监制、演员，在我看来其实都是一个大的一个门类下面的不同的部门。那我觉得你对更多的部门有很深入和专业的了解，某种角度是你自己的专业度的加深，所以在我看来这些是完全不矛盾的，只是我就是把这个自己的专业学习得更加透彻一些，甚至于不存在更多的耗费我的精力，反而就让我不至于对我的工作产生疲倦感。我上次看新闻说您现在首次担任了一个网剧的监制。对对对。对，那现在这个互联网平台的这个视频的播放，其实呢对影视行业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影响。那您觉得这个网上的视频平台会在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然后怎么会影响到影视行业？我觉得是跟大家的这种观看习惯有关系嘛，因为电视台基本上都是在家里，但你现在想看电视台，你在网络上也可以看到电视台，某种角度就是说是它更能快速地被你接受到，这个就是网络的优势。至于影视作品更多的出现在网络平台，我觉得是大势所趋，而且并不是说后来的人就不如前面的，要不然怎么会进步嘛？长江后浪推前浪嘛。其实互联网平台某种角度它是一个后浪，然后也日渐的主流。那我在制作这部戏就是谁都渴望遇见你的时候，它有一些部分戏是在国外拍摄的，然后我就是让剧组去了法国拍摄，然后现在正在法国拍摄。因为我觉得法国就是一个比较有文化历史和内涵的一个国家，然后风景也非常的优美，然后如果就是说是在这样的剧情里面出现这样子的就美丽的环境、美丽的文化，我觉得是非常赏心悦目的，所以这也算是中法文化交流吧。对，我前段时间浏览您的微博的页面，然后发现置顶的一条是关于 VI 脑血病专项基金的。然后现在呢应该已经走过了超过五年了。对对，我想问一下您这个基金现在取得的一些成果。其实做这个白血病基金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可以坚持这么久，因为做这个白血病基金其实是别人不太敢碰的一个项目，因为它的就是对于医学的技术要求很高，然后治疗费巨非常昂贵，然后同时治愈率呢又不是很高，所以这个项目基本上是没人去碰的这个项目。因为平均每一个患者都差不多就是10万到30万，只要你救一个人，平均下来25。所以我们当时就说，哇，这么难做的一个项目，又对医学水平有极高的要求，能做多久做多久。结果很幸运，我们现在已经做了第5年了，我们从一开始一个月只能帮助一个孩子，到现在我们一个月可以救助9到10个病患，而且前2-3年我们是3到14岁，到现在我们已经扩展到3到40多岁，其实是在救助很多个家庭。对，因为它太严重了。我通过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做越难的事情，其实越锻炼自己，同时也让自己能够更大的得到一种宽慰。